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 Kata 在山上会同大家去鸡公岭土名桂角山，在元朗站出发，坐小巴603号前往逢吉乡。个小巴站咧就喺入少少嘅，要行多两步。咁唔知实际落车位置嘅话，可以上车同翻小巴司机讲话，你想去行山个位落车。咁见到三军呢个牌上去就啱啦，会经过一个电塔同埋一个坟嘅。鸡公岭一直都是我最爱的山岭之一，至少我去过20次以上。所谓的梯级其实都铺到凸晒出嚟，不过踩落滑的话其实都很稳阵，不过间唔中有啲松松地咯。啊，例如呢、這个。过咗初头嘅电塔同埋山坟之后咧，其实打好段路全段都冇遮冇掩嘅。大概用了半个钟，但仲未到第一个标高处嘅。呢个是其中一个斜位咯，上就唔系好难嘅，落就浅少少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喺招径那边上嚟咧，就要行呢边落斜啦。但系咧，我自己通常咧就逢吉向上，然后去到第二条标高处咧，就翻转头啦。我自己好少喺招径嗰边落嘅，除非要行埋大刀印啊嗰啲啦。如果行三大嘅话，咪会招径嗰边落啦。三大即是鸡公岭啦，即是大罗天啦、大刀印啦，同埋大帽山咯，就三大依度。我开头咧都唔知点解三大要三大，因为鸡公岭冇个大字噶嘛，都要睇翻地图先知道，原来鸡公岭系大罗天咁样咯。啊，爆晒汗！咁呢條斜就少少斜咯，啱啱初次行到我呢一度真係要手腳並用嘅，上啊往緊上啊，咁行行下我唔知俾人行平咗係點樣啦，都唔使用手都行到噶啦，而家直接咁樣行咯。不過好似前面有個位係斜少少，都要個人趴低咁樣。所以如果你行鸡公岭嘅新手，记得要着翻对找地力强啲嘅鞋。两边咯，如果呢边落嘅话咧，就会简单啲；嗰边就系都 OK 嘅。过咗鸡公山个山顶就可以跑落山啦。如果真的要跑嘅话，都系带好啲嘢先，费事嗰两手。一隻手揸住个高坡，一隻手又抽住袋航拍，都冇乜手平衡，我将隻手周围摆。
分嘅路都系咁样嘅。所以其实咧系同青山系好相似嘅啲路况，不过呢边就泥土 feel 啲咯，青山就沙粒 feel 啲，再跣少少。呢一度就因为有人玩越野电单车，所以成日都炒到啲坑嚟睇下，只有啲痕迹喺度，有啲泥迹。到咗我全段最爱嘅桂角山岭巨石阵，我曾经讲过上山揿电话好过留喺屋企嘅，其实实质位置就系呢一个位啦。如果冇人嘅话，我都会喺呢个位度坐一坐，望下风景。呢排同啲生物真系好有缘啊！好 Q 啊，都系第一次野生捕获到蜥蜴仔咋。
冇试过行过嗰个大石镇，而家行紧去地铁表居处。其实行过去好似十五分钟左右啦，不过就次次都因为懒，所以唔愿意行咯。好攰，超好天，真系超好天，劲靓咯！今天日落应该好靓。覺得呢度啲草密咗好多啊！呢條路我記得之前都唔會有咁多草生曬出嚟。哇！啲汗誇張到發曬光。
好彩雞公嶺嗰啲全部都矮草咋，盲毛又炒咗幾次啊！睇到最後嘅你，可唔可以留言同埋 like 我呢條片啊？最緊要係訂閱埋我 Kata 在山上呢一個頻道。如果想睇更加多我遊山玩水嘅靚相，可以 follow 我右上角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山上見，拜。